2016年，大家都知道，在巴西有一个国际性的盛事，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对，2016年的巴西里约奥运会。那么，里约奥运会，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它的 logo 含义是什么？有没有同学知道？我们能看到上面有三个人，还有呢，他们在做什么呢？跳舞，嗯，还有呢？对，好多人在一起跳舞，在跑舞，还有呢？他们还可能在做什么运动？哦，踢足球，对，还有吗？大家看看这个颜色，可能跟巴西的什么有关系？哦，感觉跟人种有关系，还跟什么有关系呢？可以往自然里面想一想，森林，对，大面积的森林，还有它独特的地形以及河流等等的一些自然环境，当然更像巴西里约的面包山。今天我们将跟随 logo 一起来进行巴西的人文和自然之旅，请同学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旅程。首先，跟随里约大冒险的 Blue 一家一起开启我们的旅程，分3步走。首先，我们一起去了解巴西的自然人文环境，它的大量混血种人的社会。首先给大家看一篇关于巴西的视频。那么这个视频呢，里面有2个问题，大家呢跟着问题进行思考。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视频，视频中反映了巴西有哪些人种？举手回答。暂停。有黑种、白种、黄种，应该还有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属于黄种人。那还有一种人种，大家有没有发现？介于介于白种与黑种人之间的混血种人。好，第二个问题，哪位同学说说看，有哪些特色文化？你看到了？王晶晶，足球，还有三八舞以及花车大巡游是在举行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狂欢节。好，请坐。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巴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种，而且呢还有混血种人的社会呢？请历史老师带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我陆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巴西的历史。15世纪末的时候呢，葡萄牙人就来到了巴西，那么巴西的种植园经济发展起来。但是种植园经济呢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此时印第安人因为早期的新航路殖民者大量的屠杀，已经人数不多，所以从这个大量的非洲的黑人奴隶就被贩卖到了这个巴西。于是巴西当时就有印第安人以及黑人奴隶还有葡萄牙殖民者，他们之间通婚的现象非常严重，所以最后诞生了混血种人。好，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刚才陆老师提到的这些人种的来源？继续回答。来，那个白种人是混血，那个葡萄牙人的那个。对，葡萄牙人殖民者。黑种人是？黑种人是贩卖过来的奴隶。奴隶，黑人奴隶。黄种人就是还剩下的印第安人。很好。混血人种就是他们通婚之后的。很好，请坐。我们发现啊，在巴西这样的家庭是非常普遍的。而在巴西，我们据统计，
白种人占了50%，黑白混血人中40%，黑种人6%，印第安人1%，还有少数的华人和日本人的。好，这是巴西，它拥有了大量混血种人的社会，大量的混血种人给巴西的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请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巴西的385和足球运动。大家好，刚才同学们在里约大冒险中看到的巴西狂欢节的情景，那么在里约大冒险中从头至尾都融合了巴西桑巴舞曲的节奏。桑巴舞是在巴西和足球一样同样受全民热衷的一种舞蹈，它融合了葡萄牙的民歌和游戏，还融合了非洲鼓，融合了非洲的爵士音乐和非洲鼓的一些节奏，它在巴西广为流行。在巴西有很多的桑巴舞的民间协会以及舞蹈学校，啊，我们一起来桑巴哦。足球是一项人们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但是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巴西的运动足球水平堪称世界一流，在巴西，无论是在街头、海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青年孩子都在踢足球。很好，刚才我们看到了两个视频，有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巴西的文化，那么请同学们呀想一想看，狂欢节和足球源于哪里，以及桑巴舞，举手，就你知道的可以说一说。好的，空盆。足球起源于英国。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请坐。桑巴舞呢？啊，那边有同学举手了，说说看。它起源于。葡萄牙民歌，啊，葡萄牙民歌和非洲古乐民舞蹈非常的好。好，那狂欢节大家知道起源于欧洲，同时三八五是葡萄牙民歌和非洲古乐舞蹈，足球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巴西啊这些文化非常的多元。下面请同学呢把巴西的这个学案先自己填完。场景一。Welcome to Rio. Welcome to Rio. 对的啊。同学们请停笔，大部分同学已经写完了。大家可以发现巴西这些文化进行融合以后，在巴西这些文化融合得非常的和谐，这就体现了它 logo 的和谐的多样性。巴西的人文环境非常的具有特色，使得巴西的文化实力也强盛于世。接下来我们同学一起继续深入了解巴西的自然环境。大家知道了解一个国家要从它的什么出发，位置出发，所以请同学们在自己的学案上面将两条重要的纬线画出来，它们分别是
赤道河南回归线。聊完赤道河南回归线以后，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纬度位置告诉我们巴西的纬度非常的怎么样，属于低纬度，大部分处于热带。继续再来看巴西，除了纬度位置之外，咱们再来看它的什么位置，海陆位置。我们请一位同学在黑板上把大西洋它的位置在图中粘贴好，其他同学在图案学案中将大西洋的位置填写出来。好，试试看大西洋的位置。好，非常好，同学们也填写完毕，我们黑板上也粘贴完毕，大家看一下位置对不对？对的。那么在世界中，我们还要看到巴西，它东临什么洋？东临大西洋，它属于哪个大洲？南美洲的东部和北部。同时，巴西它的位置里面，我们看。从谷歌地球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它的位置，从纬度上北纬5度到南纬35度，从经度上咱们看到从西经35度到西经75度左右，从这样的位置大家会发现巴西应该属于怎样的半球位置。我们一起看一看它的半球位置，并且表述一下，就南北半球而言和东西半球而言，它们分别属于南半球，大部分属于南半球，小部分有北半球。那东西半球而言属于哪个半球？对，西半球，与美国一样。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巴西的位置概况。在巴西，它的面积和人口占世界第几位？看一看，第5位，它也是一个大国。那巴西在拉丁美洲的面积与人口占比，同学们能发现什么问题？在拉丁美的巴西是一个大国，很好，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说巴西从位置出发，它是拉丁美洲面积辽阔的热带大国。那么这样的一个辽阔的热带大国，我们要去研究它，就要邀请Blue 带着我们一起飞越整个巴西，从刚才我们的里约热内卢出发，我们到达北边的亚马逊，我们会有一段视频。那么在视频过程中，请同学仔细回答视频中两个问题，仔细看好。Amazon Expedition, Day 7. 2,000 miles from Rio, we've reached the center of the rainforest. We are surrounded by plants and animals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as we glide effortlessly down the river. Effortless for you? How pretty!
视频，我们来解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巴西，我们从哪个城市飞越哪个城市？从里约到，先是到它的首都巴西利亚，然后再从巴西利亚飞往亚马逊。在这个旅程过程中，大家思考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地形，还有怎样的气候。首先请同学填充，学案上填充好，请一位同学填充完毕之后到黑板上来将对应的地形粘贴到对应的位置。先请同学们在学案上完成。没听完，把它听完了。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对对对，把它听完了。这个都听好了吗？嗯，好的。有没有同学主动在黑板上来将我们的巴西高原、亚马逊平原和巴西利亚贴到对应的位置？调整一下，把那个点放在边上去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字能看得出来。好，同学们看对不对？你们填充正确吗？正确。好，我们看一下，在巴西，刚才我们在飞跃的过程中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地形，这是一种什么地形？地势很高，但是相对比较平坦，正是巴西高原。然后我们继续往西北，看到了面积占巴西面积1/3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它应该是平原，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巴西的地形有两种地形，主要是一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巴西高原，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平原亚马逊平原。大家会发现巴西高原占到面积的1/3，亚马逊平原占到面积的1/3。所以哪位同学能够总结一下巴西地形的特点？北低南高，以什么地形为主？以高原和高原和平原为主。高原和平原地形为主，地势怎么样？对，总体比较平坦。同时，同学们在图中再描出一条河流，哪一条河流？亚马逊河流。一边描一边发现什么问题？这条河流怎么样？贯穿了整个巴西的北部地区，所以它也是世界第二长河。由于它流域面积广，流经热带雨林地区，它的流量也是世界最大的河流。所以总结一下，巴西的地形特点是地势平坦。而我们在飞跃的过程中发现巴西的气候也非常具有特色。首先我们看到了 Blue， 它到达
里约的时候装备非常的齐全，他带了防晒指数3000的防晒霜。同学们平时用到的是30和50是最多了，那反映什么问题？热，紫外线很强。那整个巴西它的气候主要是哪些气候呢？来，同学们仔细看一下这张图，大面积的是热带草原气候以及热带雨林气候，以及少量的南部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而我们刚才飞越的区域里面是飞进了哪些气候类型？热带草原气候以及热带雨林气候。哪位同学来说说看，这两种气候有什么特点？这两种气候有什么特点？热带草原气候在非洲的时候我们也学过，它的特点是高温长短，说说看。分干湿两季，全年怎么样？全年高温分干湿两季，非常的好。而热带雨林气候它具有什么特点？陈池，全年高温多雨，很好。总结一下两种气候类型，你会发现巴西的气候具有什么特点？湿热。啊，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又湿又热。湿热气候和平坦的地形是巴西的典型的自然环境，所以我们发现巴西的自然环境非常的丰富，这就是它 logo 第二个含义，丰富的自然性。而在巴西最为湿热的则是它的热带雨林。同学们看一看热带雨林的效益，我们请马老师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同学们，今天马老师从生物学的角度带领同学们认识一下热带雨林的效益。亚马逊雨林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而巴西境内有这个雨林的60%。众多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可以为我们更新空气。植物的蒸腾作用可以调节区域气候，从而影响全球气候。植物的根可以涵养水源，保护淡水资源，另外还可以保护土壤，防止土壤侵蚀。雨林为众多的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此外，雨林还可以为人们提供大量的木材、药材和食品等，因此雨林具有众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它也受到全球人们的广泛关注。同学们，刚才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雨林的什么效益？巨大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但是人类在雨林的开发过程中会发现更多的关注的是它的经济效益，导致现在的雨林备受创伤。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巴西对雨林的开发。目前在巴西对雨林的开发主要有以下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在雨林里面公路旁的工厂、矿产工厂，以及对雨林的焚烧，还有就是开辟农场和放牧，使得雨林消失得越来越厉害。而我们看到巴西的雨林目前因为伐木、因为开矿、因为毁林开荒、因为开辟农场、因为放牧，减少的越来越厉害。大家想想看，雨林破坏会产生怎样的危害？说说看，林星宇。会产生水土流失，然后土地因此变，土地还会变得贫瘠。水土流失，土地贫瘠，还有吗？讲得非常好。过久之后，有可能会形成沙漠。可能是绿色沙漠，请坐啊。还有吗？热带雨林消失，会使很多生物没有他们的家园。生物，
对，好，请坐。生物多样性锐减，还有呢？氧气闭塞。对，我们发现二氧化碳越来越多，而我们的新鲜的氧气可能会比较少，请坐。所以我们会发现会影响到全球的气候，而我们知道对于雨林的开发和保护始终是存在争议的。有的人认为雨林要开发，因为巴西需要粮食，需要发展，但是也有的人认为雨林要保护。对于雨林的争论非常的多，那究竟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面前，我们应该如何的选择呢？下面有请每组代表同学进行讨论，讨论时间是5分钟时间，每组有2分钟时间展示。材料在你们的桌子底下，应该给了一份材料，每个公司都有。不用看，不用看，我们是不是打算？直接写一下，写一下，我要拍的，写下来。写下来啊，等会我要安迪给分，一怎么样，二怎么样，写的短一点，来安迪给分的啊，来写下来，写的短一点。我们当正派啊，写下来。正派还是当反派？我们当正派。你按照正派的想法呀。正派，正派，正派呀，正派想法。来写下来啊，写下来。对对对。老师怎么写啊？正派吗？不，你就是哪一个方呀？立场是哪个？发达国家呀，发达国家呀。立场是吧？对，发达国家，然后论点是同意。开发或者是不同保护，哎，或者是保护都可以，随便你们啊，自己看。哎，是只有开发和保护两个。对，就是开发和保护两个。开发和保护一起，一边开发就一边。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那个保险，那就开发先保护嘛。但是那个保险，保护性开发应该是保护性开发。反正那个保险，哪里保险？好写的，都好写的，你只要保护的措施出来就好写了。对，只写一张，我待会拍一张就好了。你们其他人也写一写，繁体的不行，不够。论点就是你同意保护还是开发，或者是保护性开发。保护性开发。你们呢？这个谁写下来？记录的是谁记录？赶紧，哎，别弄声音，谁记录？等会儿谁发言？晶晶发言是吧？哎，不对，不是王晶晶，那就在这儿。你是要发言对不对？不是，不能光陈雅呀，你们还有补充的呀。你们写下来自己的论点是什么？我们这个全部要拍下来，你这底下有什么，对吧？底下有什么都要拍下来的，等会儿看你什么都没有发什么言啊，对不对？你要写下来，你看我这么多材料可以画一画的呀，材料里面你觉得哪些东西可以写的，可以画下来啊，来一起看一看。嗯，抓紧时间啊，不能纯经济，肯定都是这样的，不能纯开发，纯开发还是会被扣的。你就加那个白帽，就加上请木材公司先那个先写，这边再写啊，按点写知道吧？哎，按点写很好。你是沿海低地国家是吧？嗯，好的，按点写啊，写在那个纸上面，写在学案上面才有效，写在学案上面，等会我要拿学案拍上去的，很好，啊，写下来啊，写在学案上面。哦，很好啊，你6点了，你们是完胜了，这次发达国家。巴西政府呢？几点了？写的是，他们发达国家已经写到6点了。简洁一点啊、哦，简洁一点。这边的讨论要讨论出来啊、哦，这边你正好离着摄像机很近，可以讨论出来。你就有什么想法可以写出来，可以想出来就可以了，好吗？
然后那个材料里面有哪些可以画一画，看一看。好的，我们讨论的时间到了，下面我们有请啊，这个各好了吗？好，先拍一两点。就先拍两点。我们先请木材公司的同学啊作为代表来进行这个展示他们刚才对于雨林开发还是保护的这个研究的观点。当然他们公司呢，他们这边请起立，来到这边，来到这讲的这边去，来你的。快，你这边站一下，你这样，你能不能往后去一点，让个位置出来。好，这边。对。好，第一点。他们的观点是支持开发。嗯，对。然后，如果说我们不开发雨林的话，那么这个巴西现在有一部分的出口就是靠着是木材。如果说我们不开发雨林，那么巴西的整个经济效应就会下降。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开发雨林就是，第一个我们也可以去用雨林的土壤比较肥沃，我们也可以种植经济作物啊，我们还可以出口，我们还可以自给自足。还有我们还知道巴西雨林下面还有很多的煤炭资源，我们还可以开发煤炭。第三个，如果说我们木材公司倒闭了的话，那么有一大部分的人就会失业，那么巴西的失业率就会升高，这对巴西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好，谢谢，非常好。他提到了三个观点，从木材公司的角度讲得非常的真实。来，我们看第二个同学这边有没有新的观点啊，也是一样的啊，有失业，并且呢有这个土地可以开发，并且呢是经济发展，可以增加经济资源。好，那么这是第一组木材公司，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组啊，这个沿海低地国家他们的观点。好，请低地国家到上面去准备上去。对，这给我。好，我们这边是沿海低地国家。能看得清热带雨林，来继续说啊。热带雨林的话有光合作用，然后可以向大气中补充氧气，热带雨林有地球之肺之称，然后此外它还可以减缓温室效应，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周围的空气质量有所提升。热带雨林此外还可以存储大量的淡水资源，然后但是开发热带雨林的话会造成水土流失，对周围的国家造成损失。你们组还有没有要补充的？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材料没用吗？好，有没有要补充的？对于这个沿海地国家有没有更深切的感受？好，我们这边有补充的。好，到前面去啊，你到前面去。这是沿海低地国家，他们对于雨林的观点是保护。好，我们听一听看。首先，第一个应该是全球气候变化。如果过量开发雨林的话，全球气候会变暖，两极冰川将融化，海平面将会上升，淹没沿海低地，对我们的国家很不利。还有是，森林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这样的话对我们国家更不利。对于生态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他们从生态效益的角度提到了要保护雨林，给出了非常多的观点，有七点。好，请回。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发达国家他们的观点是怎样的。发达国家代表来看看啊。啊，我们合众国认为嘛。如果过度开发这个雨林的话，那么它的土地会比较贫瘠，那么你们所种出的农作物质量就会不高，所以我们进口过来的农作物就不会好。然后呢，如果这个雨林过度开采，那么温室效应会增加，就是刚刚所说的。然后呢，它还会导致水土流失，然后土地沙漠化，然后呢，它可能导致泥石流，
然后呢生物就可能无家可归，然后呢他们所燃烧木材所产生的这些二氧化碳可能会污染空气，然后呢如果把这些废物埋在土里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污染土地。好，我们发达国家啊，它已经从这个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方面共同说了这个他们的观点，还有没有补充的？好，没有。那么请巴西政府说说你们的观点。好，你先上去。我们来听听巴西政府。我们政府所代表的立场是保护性开发。论据是，首先是因为人口增长导致粮食木材需求是猛增，使得雨林必须开发一部分。但是如果是只是单一的选择开发，会使得生态完全被破坏。所以我们决定要控制开发的范围和开发的种类。同时，因为雨林为世界提供氧气、保护水土、调节气候，有提供给生物提供了栖息地，所以我们政府决定使用保护性开发。如果一味的保护，经济会跌落，材料不足等问题是会无法解决。这就是我们巴西政府的观点。好的，我们给政府最后一点两个星啊，因为呢，如果单一的这个开发可能会经济会跌落，材料不足，但是呢，如果单一的保护会经济跌落，材料不足，但是呢，如果只是开发的话，又有很多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所以他们政府做得非常的好。好，请回。那刚才我们在讨论里面，我们每一组都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刚才在讨论的时候，每一组都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雨林的开发还保护，我们说你的立场不同，你对他的观点不同，但是全球需要共同携手起来，所以巴西政府就对于雨林开发专门设立了雨林的保护区，以及运用了新的手段来进行控制雨林，同时呢还跟联合国共同参加了一个 REDD 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一个全球计划，旨在从发达国家募集资金来减少发展中国家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热带雨林的开发和保护，最后我们的观点应该是保护性的开发，也就是达到雨林的可持续发展。那本节课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同学们一起来说。二月中旬，布鲁一家来到了里约，真不愧是热带国家，大街上有各色人种，这里那真热闹。原来正在举办狂欢节，那不是什么他们跳得像三八舞一样美妙。一路向北，先飞越了什么地形？高原。什么高原？巴西高原。抵达什么平原？亚马逊。沿什么河而上？亚马逊。在什么样的一个雨林地区？亚马逊雨林地区，热带雨林地区，击退了伐木工人。好，那么本节课我们是围绕着巴西的奥运会的这个 logo 一起呢，从两个方面了解了巴西。那课后呢还有一个思考题，就是作为2016年8月5号在里约举行的这次奥运会，请问同学们，它是一次冬季奥运会还是一次夏季奥运会？作为同学的思考。好，这是课后思考，那下课。